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庄脚人耶。我们今天来那个人武的香鸡排，最近最夯的，这样一只10块钱而已。啊，我们买了这么多，才250块而已，觉得很不错啦。啊，还好我们有来，我们一点就来了，然后1:30就在那排队了。现在1:50才开始，然后已经都很多人了。啊，我这里去拍给你们看。还蛮不错的，一般什么通通都有，很好吃哦。这一包满满的，才50块钱而已，才50块钱而已，吓死人了。我们中午没有吃呢，我们中午没有吃，我等一下去车上吃了。还好我们的排前几名，所以现在能够吃到了。等一下我给你拍照给你们看一下，人有多多，人有多多，高价格吧。我在翕片啊，翕不翕我领口？啊，我别人我买来吃啊，给你看一下，哎呀，这批啊，这批，10块，10块，十公了。很价好，我们都吃，人很多对不对？还有懒的话，对啊，正好做一下功课。啊，今天是星期六，现在是下午2点而已，人就那么多了，可能在4-5点可能会排更久。所以要来的话，我建议哦，然后1:30就要来排了。我是1:30来排第6个。啊，明天的话，礼拜天可能会更多人。还不错啊，10块钱而已。买200块，一大袋，吓死人了。好，就这样子哦。